刚才忍受，我幼稚，情绪化脾气，把你绑掉了。结果经手这样子代志，结果出来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所在就跟你不靠家里无缘。那你今嘛，会当做你家己该做代志，我当然爱来。内底女主角根本就是一个失恋的查某，啊，若是你死在中菜吼，嘛是下死下井啦。我跟你讲，查某人吼，就是好好甲人侪斗三工，煮饭洗衫，安分守己。那有讲人个查某人吼，伫查某人面前发表这样子意见，而且吼，搁伫个查甫人背后母当母塞，什么笼中天使啊，根本是一个无守护的傲查某，和政治人搁差不多的啦。你，我跟你讲就好。是百样人，这世界上什么款的人都有。只是呢，这本册里底女主角，凡说不是你理想中一款完美女性的典型。凡说对你来讲，以人尽可夫，以下贱无体。要唔过至少，伊敢面对伊心内欲望，伊无完美，伊有缺点，伊嘛有欲望。要唔过。伊选择面对伊家己，伊甘愿行一条一般的女性唔敢行的路。在我看来，伊真勇敢，伊敢老实面对伊家己。伊有血，有目屎，伊毋是稻草人。阿丽呢？你敢要老实面对你家己？也是，你敢那是一个向别地长江袂顶袂当的稻草人。像你讲是稻草人，哎，你想看嘛？这体内咧女主角吼，唔敢嚣摆呢，而且还爱抢查甫人风头，甚至吼，搁在公安局说甲查甫人相亲，这是什么体统？小姐，你讲在公共场所甲查甫人相亲，敢是参像安尼？是真心哈，还是讲今仔日才出土，予人对安尼涂骹甲你挖起来迄个木乃伊哦，安尼规个头壳了顶壳壳，啊，佫遮尔啊保守啊，你看袂侪哦，看袂侪，听到你硬要死啦，安怎？哎呦，来，小查某，小查某，瑞红真正变啊无同款啦，已经毋是较早迄款食苦当作食补。温柔听话